11米虾煮熟变2厘米。男子让饭店加工活虾一倍调包，原标题10厘米虾煮熟变2厘米。11月20日，有网传视频称，山东莱阳一男子带着刚买的虾去饭店吃饭，并让饭店代加工，发现很多虾缩水严重且有黑头，怀疑自己带的活虾被店家调包，店方予以否认。对此，有网友认为，新鲜的活虾做出来不会是黑头。记者随即联系莱阳市委宣传部，一工作人员表示，因顾客和店家各执一词，加之饭店后厨没有监控，是否存在调包还没有最终结论，事件还在调查处理中。